里面的一曲，我比较喜欢那个遗嘱的龙头乐琴，因为它那个看起来很帅，弹起来应该也很肯定很好听。因为弟弟从来生出来就从来没有来过中国，所以我这次特地带他们过来中国寻根，就是感受一下中国文化。因为我们学习了二胡和扬琴，是希望他们跟中国有一个连结，就是也是炎黄子孙，所以需要一些学习中国文化的东西。